今天做一道金银蛋大芥菜，需要的材料呢，芥菜、松花蛋、咸鸭蛋、姜切姜丝，一头蒜切蒜末。首先处理一下这个芥菜，芥菜的上半部呢，这种叶子呢是非常老的，可以去掉。根部呢，来一刀给它分开，看这有些老叶子都不可以，我们留在后边的。这些是我们要保留的部分，嫩叶呢，在芯里的嫩叶，这些都可以保留。我们先用水洗干净它。大芥菜的叶子呢非常大，而且非常厚，所以呢，我们从中间给它劈开，这样侧着给它片成薄薄的。皮蛋和咸蛋呢，薄皮给它切成小粒。这个金银蛋呢，就切好了。然后姜切丝，蒜切成蒜蓉。锅烧热后，加入少许油，加入蒜和姜，蒜开始变黄，我们加入菜。加入料酒，菜已经发软了，水分出来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把金银蛋下去，然后盖上盖子，焖一会儿。如果菜比较干呢，可以加半勺的开水煮一煮它，因为芥菜呢非常厚，用火呢多煮一会儿，让它进味儿。大芥菜已经开始变软了，这时就可以出锅了。这道金银蛋大芥菜就做完了。芥菜呢，它本身有自己的苦味，再加上咸蛋和皮蛋的独特味道，这道菜呢是非常好吃的，大家可以试一下，谢谢。